大家好，我是杰西。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每日十个单字，电视的种类。好，那你会说，现在还有人在看电视吗？还是有啊，有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好，杰西也算老先生、老太太，有看一些日剧啊、美剧的啊，这个也是算电视节目嘛，对不对？好，那之前去年有讲到那个实境秀的节目很可恶哦，他把大家丢到外面去比赛，然后看谁能撑最久。那在苏格兰有个节目，他不继续做下去了，就没有跟他们讲，就放10个挑战者，然后他们去挑战，那他们自己用的手机就白白拍了一堆没有人会看的节目，真的是很夸张。好，那虽然说节目大家都不看的，但是 YouTube 影片上或者是网络上很多其他的大家都可以看的，然后有一些休闲活动。那杰西那时候在 Urban Dictionary 的脸书的粉专上看到。Sailing the internet，好，那这个现在就是宅男宅女的休闲活动，指的是什么？To illegally download content, internet privacy，好，违法的下载东西，网络盗版，请你摸摸良心，有没有做这一件事情啊？这个呢，我们就不说了。So, what you watching tonight? I'm sailing the internet looking for movies。好，我要上网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下载的。这是杰西最近在做的事情，好吧？那我们就回来看一下有哪些节目的种类。好，当你要看人家问人家什么喜欢什么样节目的种类的时候，你可以用 What kind of TV programs do you like? I like Korean dramas。好，Korean dramas 韩剧，这是在台湾大受欢迎的。好，那还有其他的电视节目，比方说 Number One Cartoon 就是卡通，那卡通就是什么海绵宝宝啊、飞天小女警啊之类的。Number Two News，那我们有各式各样的 news，有东森啊、有中天啊这些 news，那它都有它的新闻，你可以找一下。Number Three Talk Shows。好，talk show 是谈话性节目，我们脱口秀就是从这个节目来的。但是台湾的 talk shows 就范围就很广，不一定只讲政治的，它还可以讲一些，比方说，哎，外国人来台湾的经验啊，比方说化妆品啊，比方说整人的这些都可以。好，Number Four game shows，game shows 的话是竞赛类的节目，就是你会看那种，尤其像日本人很喜欢做这种竞赛节目，就跑跑跑跑跑跑，跑到一个地方，啪掉下去了，落下水了这种的。好，或者是一些在节目中比赛益智问答的这种节目，都算竞赛类的节目。好，talent show 有点不太一样，talent 的话是才华才智，你的聪明才智；talent show 的就是那种星光大道选秀的节目，你歌唱的好，舞跳的好。那就从当中选你出来当明星这样子。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从这个管道里面出来的，对不对？好，Number Five，Variety Show，这字比较难念，Variety Show 就是综艺节目，综艺节目就是有各式各样，还有唱歌啊，有跳舞啊，有演戏这一类的。好，Reality Show。Reality show 是实境秀，那什么叫实境秀？实境秀就是实际去拍摄你正在做什么，好，拍摄你可能从早到晚啊，或者你们晚上有些什么争吵，像有一些厨师的，什么或者有一些做服装的，都会有这种实境秀。好，再来的话是 sitcom 的话是 situation comedy 的简称，situation 是状况，comedy 是。喜剧 （situation comedy） 情境喜剧就是像六人行的那一种，好宅男行不行的那种，它就是有一个景，它的景不会太多，但是就是人，主要是人的对话，一些搞笑的对话这样子。好，再来是 soap operas，演生活相关的，台湾的乡土剧之类的都算吧。那这个 soap operas，杰基都会跟学生讲。以前呢，就是卖肥皂的，好，家庭主妇都要卖肥皂，对不对？
所以下午没时间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做这些连续剧，然后的广告都是卖肥皂的，那这些家庭主妇看了就会买肥皂，所以这就叫 soap opera， 缘故是这样，希望没有错。好，第九个是 dramas， dramas 的话是续剧，好，比较偏于像 Japanese drama 日剧， Korean dramas， 好，这种韩剧这种的，它比较有剧情的。再来 number 10 TV series， 像美国影集的话，他们都用 TV series， 好，它就是一集一集一集这样子连下去，然后会有一个 season 1 season 2 season 3， 一个一个季这样子。好，那再来还有一些 channels， 比方说 shopping channels 购物频道， movie channels 电视频道， sports channels 运动频道啊，运动频道就像什么 ESPN 啊，那 movie channels 就像 HBO 啊，什么卫星Star Wars Star Movies 现在还有吗？好像变成 Fox 了，对不对？好，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这有点难念啊， National 是国家的， Geographic 是地理的，好， Channel 是频道，国家地理频道。 Discovery Channel 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两个频道，可以得到很多